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 PS 小课堂。今天教大家如何在 PS 中有规律的对图形重复旋转复制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创造一个圆，一般需要用到这种重复旋转复制，应该是你想做一朵花出来。然后呢，点击 Command T， 对图形进行旋转。然后呢，现在你创建好了第一个规律以后，想一直重复这个规律，只要在键盘上按住 Shift Alt Command T， 一直按。就会出现旋转和复制的情况。现在再快速做一个小正方形，换一个图形给大家秀一波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，了解更多 PS 小技巧，观看美丽照片请关注我的 Instagram。